都系两都系啲咩生意？可能一斤柴喎。啲咩只生意好咗？啲打工嘅。嗱，我嚟皮车好唔好？我嚟皮车，你其他啲咩只生意打工？嗱，睇下小做。嗱，今日俾你开一条，我呢个必用必用嘅。嗱，你讲嚟咩只只嘅虾公冇？虾公我拢无啊吼，来，虾公你要食，虾公你要食，人家卖三包卖二号，先开始的人家要两包八号拢卖了，拢无啊，一包了。来包啊！我七条，我八条，安尼，这人我里边没有了，一百块左右，一包好收，是吧？不然我来卖第二样物件。这个帅哥不是伫刀郎的吗？敢是？对啊，我想你今仔来收来吃啊，来吃七条啊。哦，你有哪要吃这无？而且叫花枝海鲜盘，你等下要用气炸锅。你当然无气炸锅，人给你卖完了。哦，你若厝无气炸锅，你去啥？你知无？你去全国电子料里边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无要去买，人给你啦。你用平底锅用煎的就好啊。今仔日你要吃啥？吃迄个花枝海鲜盘，三块八五。这六块三包，三包爱开五几啊？五百五，拢总免落你加新价钱一百了。来啊！今仔日你加一百，我七一条七条你。八条你，九条，我来讲十条，其中一百块尔。来一个啊！两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一百块。来一个啊！两条，你怎么真是百好钱啊？真的哦，你人家上好都是个。八条你来十条，三百块拢二百块，拢一百块尔。来啊！六百块，六百块，六百，莫要我了。老爸莫叫我了，哎，买哦！金龙三十五，六七六九八十，大概两尾也一百块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拢无啊，一百块，拢有啊，小七的不是？来，后边大哥在装包，来，包我是五块的，多少多少？这个无啊，纯粹当小七包多啊，叫其实沙发才上的啊，我可以来阮台阿沙里，咱嘛阿沙里坐。啊，即话恁讲哦，恁哥有要点啥物菜无？哥有买啊有啊，有啊。菜变贵就甲我处理了，我用我我变做我处理。马变马变，咱小可代志做我来处理者。来，咱们哥有话讲，小志。是啊，哎，不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台的行不行？好了，好不。小助理机，来，我先提醒你，你今天帮我抹。大哥，你叫对啊，好的。来，来，来，你敢冒牌子的？萝卜大哥。好。来，你搞哪门吃菜刀粿？你要吃啥？粿鱼蛋花球，我这里配料随便买。哎呀，这。你搞哪门吃萝卜糕？这是春水堂的。春水堂，你知无？自台东连锁站，连锁到位台北去的公司啊，伊上有名两项物件，哈、哦，第一菜头粿，第二珍珠奶茶。春水堂够人唔知无？上有名啊，哈、哦！今日要食春水堂的萝卜糕三百个无？伊也可能咩新价钱，百块了。来包我一个，一包多少嘞？两盒，一包上好平。冷气，一包啦，退回冷气，做一个无当啦，真正无甲你赔咧，一包百号上面啊，开始，一包菜头粿，直接你食看卖啊，你好多直接在那个顶头，百号还佫吃，百号粿冷面来无？百号，还有人要吗？你要三包啊？你要三包啊？百分几多？啊，弟弟要食看卖啊，一包菜头粿，正人好多，我唔甲你赔，你免相信我，你相信只对人对个。来，百号啊！够咩啊？我知你讲咩啊？真正啦，我就来分只大号好啊，好吃啊！那春水堂啊，刚流传出来，绝对无你浪费啊，无你去包个公司。来掏钱咯！系啊，这样这两包都无啊，拢几百号啦，啥物啊？包公司啊？百号无啊？都讲你钱，都唔知干嘛，都讲你钱都公司啊？百号最后一个啥物啊？拢无啊？有人买钞票？有人要吃啊？无百号？一百五咯。拢有啊，来第一个配一下。啊！即你若无我第一户，我就来拼住，我无想要去留一份啊。应该是第一类啊。你第一个哦，你不要勉强你吃了，你后尾你吃袂了，卖要一包了，一百块你啊，一包你了，卖再留个两包啊，足痛苦的啦。哦，咱后了一份，啊，卖再留个两包的啊。哦，我为着你好处理，一工一箱，迄种价位一包三百块啦，我上看不甲你讲，我一包八块你赚了。啊，即你要吃这个哦？哎，边阿姊阿妹？啊，即我是来请教者，你先甲即个人家只三十几个人家，即敢好食？
好食啦，啊，信用有好无？因囝讲好食，伊阿母内底啊，食落囡仔，食囡仔讲好食啦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恁拢唔免相信我，相信只人就你放心就好啊，你问我拢袂准。即当然用真的规条拢无包边，有饲无有？刚才这支只大支的饲，剩的拢无。真好，你猪甲放只规条拢无饲，一地行鱼啊，我两地就行500嘛，我无500，无400。在餐厅你用的物件，我这两地够你升级一下，才500你嘛买袂着啊，300咯。来一个啊，300。这只龟尾蛋嘛，这上好食啊，真的啊。这阿妹阿姊大礼拜嘛来买这，够人要食龟尾蛋嘞无？300。这规条拢肉尔啦，这你放心啊买啦，阿妈伊这尾伊也袂有恁闹病嘛，袂有恁失望啊，你做咩拢同款啦，300尔。300。够人要食无？300。拢有两个人去买尔，这真正好食嘞。啊，拄仔迄毋是我请来临时演员嘞，我嘛无钱请的嘞。300够买下来无？300啊！啊，无恁买袂到嘞，咱买两袋当去食看卖，100食看卖，当去。100有咯。咱买100块两袋食看卖，反正林刚伊来买300嘛，不一定啊。有人要买100试食来无？100。拢有啊，好，来请。小智请坐，是不是？阿姐，我恁来食些好不好？阿姐，基本是人咧讲的柳叶鱼。伊即位内底规个巴肚内底全部拢是啥物人食啊？拢是卵吼。伊这上大只巴卵的哦，这蛋蛋鱼。爱食的人家我来画300，画500，唔免一手尔，先加钱你200我咯。哪有200？有人要食柳叶鱼无？200块。这上简单的啦，这上大只我来讲。你今仔甲我买200的人家啊，我这两只够你啊，这4只啊，这6只啊，这8只啊，这18够你啊，先加钱来200我。200。有要食柳叶鱼无？拢有啊，我甲你讲啊。这大尾我拢未记十只，今仔日拜伊，我也大家欢喜啊！你千万莫后日拜过来，我推这条计数。你今仔我买两排人家啊，我搁加一尾，搁加两尾，搁加三尾，搁加四尾，搁加五尾。你去看这个鸡啊，看我一个月到卖过25尾，大家拢20尾。今仔日先加钱，200咯。200啊！加五尾，请你吃200块，有人要吃条尾蛋蛋鱼200好无？200。200块。拢有啊吗？拢有啊吗？有啊吼。咖喱啊！哦，收着。啊，你们买了什么？你食啥？我讲啊，卖歹势。过来买了什么？你来食蛤蟆，蛤蟆出长龟，蛤蟆超超龟，蛤蟆是对了我的新格局，那够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来钱！小智，第二只那个什么啊？葱花饼哦，100嘞。过来买只蛤蟆不？出长龟、超超龟，拢好食，100嘞。蛤蟆够了没？不，小智有没有蛤蟆不？哇！蛤蟆全部拢来一百，够了没？蛤蟆不？3-4个。够了，全部拢过去。100了，这蛤蟆上简单煮的，够了。一只肉啦，肉下起尔，肉下无你起先嘛，100了。几个起了我呢？几个起了我呢？吼，几个起了我呢？钱我免给，钱我免给，起了我了嘛。来500的。哎，这蛮好的，这给上了。这里弄过啊，有毛线。小智来这个是包呀。哎哎，我操，我水啊，你弄个包起来，那钱我免给，免摸。后来我吃钱好吧。啊，这个我给咱来介绍一寡基本款哦，你了无？基本的了无？咱卖收复杂啦。春姐。哎，春姐了。来，两个人都给钱了。伊这包就是咱讲的吼，葱抓饼。这一包10袋，这当然要怎煮？用饼煎煎的尔，上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加蛋、加火腿、加起司、加肉骨，300-500，变两个人加要先加钱的，100。来一百啊！100嘞，100，最后100。哎，一个。就是那个，啊，你小智，你加迄个吼，小龙汤包我一个吼，哎，对，灌汤包，灌汤包。这包吼，是人你讲的小龙汤包。这包你有够无买拢记住，有买的人家我一定要特别甲你叮咧，你要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足侪人家吃着去烫着，伊内底规个拢猪肉肉汁，你刚刚吹起嗅一时也吃，好，捌食过这无？小红蛋包无？这一包卖了你开300，卖了你开500，先加钱200了。200。你买200，我一包卖了我送你了啊，200总共40粒无200块了。这包汤包你有当食看卖哦，这包真正超好吃哦，200够两要食汤包无？200。200。汤包够两要吃无？拢有啊吗？你若无买，人家你试吃看嘛，100了好无？100。有人要试吃无？100。100试试看看，美女这个真的好吃哦，100了哦。你这一包20了没有？100了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，过来，收着。你甲摕鳕鱼啊，只要你去买鳕鱼啊，2箱哦。等下你去准备蚵仔。OK， 两个。
那你去吃蚵仔饭。恁家有人要吃蒜泥，无恁买蒜泥好无？蒜泥应该无人不爱吃吧？蒜泥吼，这种狗恁哪里你看嘛？虾哩啊！这台湾你用吹了好啊，这特别，这特别才水哦。这餐厅一个吹起来三四百块，这两地区来话就六七百块。今仔要吃，唔免六七百块，先给钱五百块。这只要六九九块钱，钱盈利，后日嘛你虽然咧，都袂出济啊啦。有人要来五五八咯？来一个。鳕鱼有人要吃五五八？这特地拢两面的，特地拢安尼啊。你买五八，我这条要送你，这条要五八块嘞。来一个。这条要来，这条够哩。但是我袂看。五八。五八哦。来，我来讲啊。这条要送你啊，我来讲啊。这条够哩啊，我嘛无。这条要来，我来讲，唔免考虑啊，这一条百几块老考虑的，五八了，哪条个？五八一个。来，我杀你啊！杀你够要吃无？五八。五八哦。杀你够要吃无？五八。来掏钱啊！两下啊！三下啊！来算你个钱。你有没？你有没点算你也卖照啊？我没点算你也卖照，你也照，你再来几要卖照。算你个鬼人！好了。拢有啊吗？我搁招一个，我今日要你大家欢喜一下。算你，我要搁招一个，今日你要算你嘛？好。我搁要食小鱼的无？拢有啊。有要算你的手表在了，来继续摸的，再摸的。我这个物件哦，无你客起来卖三包卖两包的啦。今天阿少人我知影，我有去说啊。我拄营运机啊说，你敢知我说几人？我说二十八人，因为拄好多人啊。我拄伫遐说，我正常说了三零五。